见他妈的英格兰，军心都不回他妈的英格兰，只有寺庙那三套的两个烂英格兰，英格兰，他一生的刀人现在他英格兰，我今晚一定会带新的人民币的赞，龙的那群猫他就能月入几十万，好像当个王妃在街头陪我做瓶子干，英格兰人最安分，一个娃娃你三寸，做两交易话题这里背的部分最端正，英格兰人不安排你出牌不按策略走，把你赶出技术家庭送去云层热线所，我这不是个漏钱，只是动了金的金属，你那不叫饶舌比家乡干花多的鹦鹉，我告诉你总理生我他妈掉的那是金斧，他说干你娘一大里面卖42号混凝土。